维摩诘大士也是很辛苦，他为了度众生，自己也要有病，那大家都会啊来给他问病啊，来看他了，来看他了。在现代来讲起来，真的也是一种，如果真的医院里面呢，真的有一个人生病了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生病，大家都去看他，哇，几千个人一起去看他，那医院现在好像就比较那个，现在的像现在目前来讲，以前我曾经想过，释迦牟尼佛讲说，看病的福田第一，这个人生病了，你去看他，你去探病，他福田，福田第一，就是说你种下的福田是很好的。他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这个时代，你说你得到 COVID-19， 那你去探病，看病福田第一，我看免了吧。现在不能让你随便去探病了，而且医院里面有规定时间，哪一个时间你可以来看，而且一次不能太多人。医院也是很肃静的地方，一下子涌进那么多人，那还得了？不过这是古印度了，古印度他可以这样子，哇，几千个人去看他的病。